现在好了，那我闭了。好好，你闭，你闭。对啊，你爸都被吸了。NG 吗？不行，因为导演哦，导演在旁边看哦，这个剧情发展到这样，而且你这么会演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对吧，整个阵容很坚强，这个时候没有播到嘴唇，我觉得这个戏过不去。对，来打板，小豆豆，你就闭上眼睛吧。我怎么？我闭之前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我眼皮一直在跳哎。你多心了，这里都没有人啦，你就闭上眼睛吧。然后嘴巴尽量是闭着的，不然等一下也不太好演。对。哎，嘴唇微开，稍微嘟一点。闭了。你看看，女鬼都感动哭了。你看剧情加多。我的剧情太棒了，起鸡皮疙瘩。小豆豆你还好吧？小豆豆想死，发生什么事啊？不知道哎，怎么有多个唇印？哦，好开心哦，你开心我啊。医生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也算有注意你一阵子啦。那如果再是这样子啊，追我的男生不是说只会偷亲我就会答应他，追我男生一定要汗草好哦，汗草好爱就好哎，是，所以我希望你呢，可以就是伏地挺身啊，伏地挺身没问题，也不要太多，哎，五下就好，五下轻轻松松嘛，太容易了，马上就做给你，没问题哦。对话我们看不到他，冲头了，做五下，好一点啊，直接趴上去，直接趴上去，对，去，一。汗草这么的好，我太感动了。对，这样子好了，我答应做你的女朋友。小豆豆，我太感动了。可是刚刚闭眼睛亲，我觉得不算我们的错，我们的错应该张着眼睛亲。我想要用我的眼睛记录下这个神圣的一刻。那是当然的啊。你要看不见你躲避啊，白痴啊，笨的，好，恭喜你啊，好好的，来，恐怖了，激情性感狂野的进来，开始。没感，头不要扭下来哦，难干，开始。找到这个地方，四下无人，太好了。那可是你今天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还要问？哎呀，你真的是每次都这样问。你不怕有人吗？太平间有一种人，只有死人。哎，你看，真的这里有人，你看，而且你看，这刚开完，他还没走，有没有？对呀，他应该是可是来这边我真的好怕哦。很怕是不是？不要，你会怕是不是？你怕有人是不是？我怕。
不会有人，你放心。我们出再大的声音，你叫再大声，也不会有人听到。你如果不相信的话，我来做一个实验给你看。因为我不太会忍啊，我没有办法忍。你很怕人家听到声音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办法忍。对，你看，怎么没有人来啊？对不对？打错了吗？你们要打这些人，表示他们不是人啊。对啊，是打他们说啊，错人了。好，那我懂。好。哎，哎呦，那怎么了？你知道啊，我不太能够忍的，我都会有声音，你知道的。哦，对对对。所以你要帮我确认。常常听说，对对对。所以你要帮我确认一下，有没有人在这里？放心的，这里一定不会有人的，而且你。你看到这些，因为太平间嘛，对，所以这里都是挂掉的。哦，所以他们没有声音。一定没有声音。如果你还怕的话，我来试验给你看看，好不好？要安心啦。你看这个人，哎呀，哇，这应该是出车祸的。出车祸。对对对，躺这样，对对。他腿那么短，都截肢了。绝对不会醒，你看啊。对。哦。哎，怎么有声音？哎，真的没有哎。你看。对对对，还有这里还有一个，对呀，你来试试看，好，这个哈，对对是都可以，好好都可以吗？对对对，我觉得他的样子好像刚割完盲肠哦，是，好好好，来了，盲肠那么高，你好难搞，哇，对，换这里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这样啊，这里就好，对，哦，人中人。算一下，对不对？算一下，人中的位置，好不好？人中，一二，准备好了吗？最好。今天有个特别的，什么？跟你玩一个特别的。好笑啊！注意了。啊，要干嘛？这是什